这个 PMCO 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比赛会现场啊，叫做 PWPC。那大家来绕一下，你可以看得到这一边，其实人非常多，看起来还好，就是堵在那边。对，而且现在大家看一下，应该看到这一边的，这是有一些还不错的广告招牌，而且这边有满满非常浓厚的这个 PUBG 的一个气氛，而且你可以看得到说，我现在正后方呢有五位妹子加一个吉利，但其实他们好像还蛮夯的，很多人可以跟他们拍照，我等一下也要过去跟他们拍几张。Hello，Hello，嗨，哇，这么是满满的 cosplayer， 他来到的是 PUBG 的现场，还有一个吉利，嗨。来到的是，你看到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气球，它现在整个吉隆坡都变成说是已经有满满的 PMCO PUBG 的风格了。我现在来到的是这个比赛里面的现场了，你看到人非常的多，而且他们居然还有外送区啊，你会看得到这个外卖，啊这边还有外卖区，就是如果你观赛的话饿的话呢，还可以去。买一点食物。那么这边好像没有像是我们在美国或日本看到的那一种演唱会，然后会有那种妹妹会穿着那个比较下趴的衣服，然后背着一个大背包，然后那个人还有喝饮料之类的，这边比较少。而且我发现到说现场有非常多的东南亚人，对，其实让我没办法分辨出来他们是泰国还是马来西亚还是越南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东南亚，因为他们的。言哦，我再稍微听了一下，完全听不懂。另外一个摊位呢是叫做 100 Plus， 我个人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或者是新加坡才有喝到的一个汽水，比较像是他们很道地很道地的一个汽水口味，有点像是台湾的黑松啦，或者是维大利的那种汽水牌子。你看到这个。现场可以容纳非常非常多的观众，哇！如果台湾未来有机会有这么多的座位，能够让人观赛一起来共享电竞的盛世，那该有多好！这是一个假娃娃机，上面写什么？免费20GB 的 PUBG Mobile Add-on with Udo 啊？那好像是夹到了之后，他会给你一个20GB 的随身碟吗？啊，随身碟，里面的会场里面呢也有一个Vivo 赞助的 Next 3，这是这一次 PUBG 世界赛的指定用机。这款手机呢，选手用了之后都说超级顺，不卡帧。是这一次被誉为 PUBG Mobile 的一个神机之一哦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尝试买看。我刚才有跟那个巴西的经纪人聊了一下，他说他们那边其实买不太到这种手机，他们的选择很少的情况下，他非常的希望可以带一只回去。其实主办单位有给我们几只，不过让我们试用而已，就只是试用。可恶，超想看回家的。首先是直接卡掉了马来西亚复数的成员，全部倒在外面。UNG 这一把算是把地主队打得不要不要的，但是本身还被圈卡的情况下，这一场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哦。现场超级多都是 Mega 的 fans 或者是 Luna 的 fans，
超级热血的，我后面全部满满的都是。跟后面的人聊的时候，他就说他对他是支持所有的东南亚队伍，因为他们来说都是东南亚体系，但是他本身是印度尼西亚的人哦。但是你可以看得到说这一群来自东南亚的粉丝们，他们对于这一次的这个 PMC 有疯狂的支持度是非常非常高的。Final 圈最后关头，蓄势待发。你可以看到我前面的是来自大陆的那个经纪人，他是这一次要来支持。你也是要吃鸡了吗？这边的粉丝真的很疯狂，我超爱的。